积累过去，但是不到时的时间，咱的资源怎么变优势？咱的资源怎么变？那你咱一旦招人，咱们就跟资源过去，咱的资源过去。我关心台湾前途，关心台湾民主怎么变？我跟你讲，台湾将来变。因为民主集团关键在过来的已经上一手过来了，很多人怎么样可能做呢？这是公民的进步，从头到尾都讲解，但是可爱到哪里？有今天五张六十米，营养多久进走一斤干啥？一斤干啥？那你说呀？大哥，就是已经100%完全的，这个算，你进步的那个情况呢？